你们不要恣意喧哗，不知礼数，把这个人给我扔出去。是。哎，就不劳烦各位了，我自己走。谢南诏王恩典。 麻烦几位回去告诉舒南陀，说我啊，在驿站等他。为何只有少主？ 看这舞，你是不打算跳了，还是你自重身份不肯跳给我看？身份并不重要，舞姬能跳，王子一样可以跳，但是我真的不会。你会不会与我何干？要不我回驿站找舞姬学上一段，再给您跳，您看可以吗？不，我不想等。 我要你现在就跳。若我随意胡跳，是对您不敬，请陛下明察。不骄不躁，处变不惊。雍羌倒是生了个好儿子呀。啊，您谬赞了。你来之前，雍羌是怎么跟你说他的计划的？ 乐团一行，南诏是关键驿站，他跟你说了吧？南诏是关键驿站。没错。乐团要去的是大唐，南诏为何重要？到了南诏，会有人等你，我们具体的计划，他会和你详谈。什么计划？还要瞒着我？不是要瞒你，是防备你身边的人。 南诏谁在等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有人会跟你要那枚王族传承下来的玉佩，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他是何人。我就是在南诏等你的人。这次乐团出行是我安排的。您？乐团赴唐，一是为了使大唐和我西南团结一心。 二嘛，就是为了你们镖国。如今伽罗那手握兵权，要想不起刀兵将他铲除，就只有将他调离镖国。我就是调他离开的鱼儿。没错，他想杀你，就一定要偷偷离开镖国。如今你父王应该已经重掌兵权了，可他还是会回去的。他既然来到南诏。 就回不去了。等伽罗那一死，我和你父王的谋划才算真正大功告成。就是辛苦你了，一路行来各种危险。那昨晚南诏兵马搜寻苍山，也是您下的令吗？你来到南诏之后，我时刻关注。
听说你上了苍山，我马上调动禁军上山保护你。啊，多谢陛下，但是有一事我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何为何明明是南诏国主，却要替镖国消除隐患？啊，西南之地各族子民本为一家，更何况南诏与镖国又相邻为伴，镖国若起刀兵，定会波及我南诏。我不愿战乱再起，帮你们也是在帮自己。啊，南诏王心怀宽广，圣人宽慈，恕南陀心悦诚服，五体投地。哎，这水果新鲜吗？我看着不新鲜。新鲜？你看多新鲜呢！这哪又大又新鲜？哎，这看着不错。这条街你买不着。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啊！来，老板，你给来，再给我挑俩。来，挑挑。哎，偷水果！抓住他！哎呀，哎，没事，站住他！抓住他！哎哎，魏狂！哎哎哎，这事儿真真倒霉！哎呀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不就是偷个水果吗？这老板，至于这么穷追不舍吗？哎，累死我了！啊！我赔钱，我赔钱，我赔钱，我赔钱！别冲动啊！安平阳，我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在南诏啊？我苏决啊，咱们在瑞丽见过很多次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啊，我啊，把刀放下！阿蛮，走！安平阳，站住！安平阳抓走了苏决，他没死，都是属下的罪。属下明明对他一箭穿心，当时就应该上前确认一下他的生死。起来吧，我也没把他的生死放在心上。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蜀南陀那边可以暂时不管。要全力追查苏决的下落。是。你再来我可就吐了。安正主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可说吐就吐啊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找你爹。哎呦，我不都说了吗，我爹他戎马一生，不可能为了我而心软的。哎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走什么呀？安正主，你别走啊，安正主，安正主。有没有漂亮的姑娘来救我的命啊？殿下，刚才是王命试探，多有失礼，请王子恕罪。啊，没事儿。苏决呢？啊，苏公子已回驿站。啊，殿下请留步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王有令，要送殿下三件礼物，这第一件礼物，请殿下随我去取。这边请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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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别动！安平阳，我们家少主呢？我正在等你们。
拦下。动我，苏决就死。大清寨都已经灭绝了，你还有帮手吗？你敢不敢用你们家少主的命赌？你想怎样？这城外便是烟波洱海，海中央有一座小岛，明日午时你让加罗纳孤身一人上岛来救他儿子，如果让我看见第二个人，那我就立刻杀了苏决。想清楚了，现在抓我是想让我给你们家少主陪葬吗？放他走。你们去跟着他，别让他发现，我回去禀报大将军。是。里面没人，没人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咱们走，走走。明日午时，洱海岛上。大将军放心，我已经派人跟踪他了，很快就能救出少主。他既然敢出面，就一定知道有人跟踪。恐怕这会儿已经没有踪迹了。实在不行，明日午时属下上岛救人。他要的是我，可他一心想杀你，这太冒险了。那是我的儿子。大将军，这地方早就没人住了，会是谁呢？既然来了就进来吧。舒南陀，不要乱动，这屋已经被我禁军包围了，我看还是不要反抗了吧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南诏是我王的南诏，这座城没有人躲得过禁军的眼线。殿下，加罗纳就是我王送您的第一件礼物。有没有漂亮姑娘来救命啊？不漂亮也行啊。我再退一步，不是姑娘也行啊。哎，安寨主回来了，动作很迅速吗？喊也没用，这是郊外，没人来救你。你怎么不把我关在城里边啊？易谋寻的王城谁藏得住啊？这位南诏王厉害得很。哎，你这一去怎么说的？让你爹明天来救你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轴啊？他不会来的。他不来你就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既然事已至此，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明白。我是不会放了你的。这我知道，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什么事儿？你说说看。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得给我准备点吃的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都半天没吃东西了。麻烦安寨主给我弄点吃的，最好有菜有肉。哎，来点饭后水果就更好了，谢谢。好，你等着啊。
快点啊！殿下，真的不用把他们关进天牢吗？不必了，他们都是镖国的人，还是先关驿站吧。我会派人看守的，多谢。殿下，我王送的第二件礼物已经到了。什么？请看。夏大侠灵儿。我王要送的第三件礼物，还请殿下稍等几日。情投铺，提书。